对，这一球咬的还不错，在中左外野方向非常深远的位置。See you later， 这是一发全垒打，曾松恩扫出了他在本季中职一军的首轰，是一发阳春炮，帮助中信兄弟在二局上半先取得点。突然问题，球还是在偏高的位置。棒打刚龙，而且刚才这一轰飞行距离非常远哦，426英尺哦，打到了这个大师兄全垒打技术牌的前面，打得很远呢，最深的位置。对，线上购物独特一点，找好东西就上 CT Social。